娱乐圈光鲜亮丽的背后有许多负面或者是被黑的新闻不断，但有这样一些清流，他们不靠炒作，不靠绯闻，扎扎实实的靠自己的演技的存在。金小编就要说说清流中的佼佼者张钧甯。张钧甯出道以来就没有负面新闻，一直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。现在他的演艺事业也是逐渐的在上升的阶段，优雅知性的美活成了每个女生梦寐以求的样子，不少作品都让网友对他的美和演技记忆犹新。在近期的热播剧《温暖的弦》中饰演女主温暖，与小两岁的张翰搭档 CP 毫无违和感不说，还有圈粉不少。张钧甯非常的喜欢户外运动，还经常参加各种马拉松活动，不仅如此他还喜欢挑战自我，去过西藏转山、南极滑雪、澳洲高空跳伞，还喜欢射箭，完全就是个运动健将啊。从张钧甯的微博上也可以看出他每天都是元气满满，热爱健身的他衣品也不错，虽然以前36岁的他却依旧是少女感十足，他这样的生活就是让所有的女生羡慕呀。